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FS 复音 and Sam， 我是复音，我是 Sam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何纾解那个压力。应该说你自己的方式吧。我的方式，我的方式是洗澡，然后在那个浴室里面唱歌。他洗澡，对，可以洗澡大概他的记录是一个小时，现在已经有进步了，是半个小时。他洗澡真的很久，他最享受就是洗澡，而且常常在家里。他一边洗澡就一边唱，唱非常的大声，以后应该录下来给大家听一下。那其实我纾解的方式是听摇滚音乐，就把音乐开得非常大声，然后就也是跟他一起大声的唱。然后除了听摇滚音乐呢，其实我本身也会常常看动漫，对，有时间就看动漫，然后就不用想别的东西，看这动漫纾解压力。